农民长官利用后面罗坛子啊，前面农民长官的太太张太太，然后站着的长辈哦，红坛子96岁呢，高龄96岁最早年长的红坛子，要参加读经会考，哦，精神可嘉。你看呢，连行动不便的大内也要请陈先生，参加读经会考，爱香罗堂。